我是 Mr. Yap Yap Ationg 哦，我公司名字是 Sinwufu Enterprise Center Bahad 哦，很好，我很感激说主办单位哦的评估，给我公司能够拿到这个奖项哦，我谢谢大家哦，谢谢你们大家。哎呀，一般也是没有什么，就是一路走来，就是哈、哦，社会跟供应商跟这些、哦、生意上的伙伴来给我的这个机会哈、哦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团队哦，一般的那个同事们，就是为公司努力的来走向这一条路，公司才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哦，才有这样的一个奖项。好、哦，谢谢哈、哦，谢谢。